要不要就一辈子做下去？可以啊，你只要花38,7,650元，你就可以一辈子做下去。38,7,650元也包括你吗？这我就得问一下我最好的朋友了。喂。哎，你觉得李大人怎么样？你看男人的眼光终于提升了。你确定是提升，而不是将就？我确定，而且我还确定你们的爱情不会有高潮迭起、惊天动地的 moment， 但绝对是历久弥新。因为在过去的15年，你们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所以下一个15年，下下个15年，下下下个15年。停！我只要你跟我保证，不管我跟李大人是不是拆了，你永远都会在我身边。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生日快乐。我跟好朋友接过吻了。我也是。你们习惯哪一边？哪有人这样问的啦？这边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来了。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，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，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，就躺在你的身边，还是会不知所措，曾经你可没有我，你会怎么那么喘呢？我从公车站跑回来啊。干嘛要跑的？那我怕你打过来的时候我接不到啊。我再打就好了啊。你管我，我就喜欢运动不行哦。我明天晚上9:45到台北。我去机场接你。你待在家，不要跑来跑去。管我！你这女朋友怎么那么不听话？
那你后悔了吗？一点都没有。道人不计小人过，你那句已经 out 了，现在是小人生气是大人的错。哎呦，不是说好每天这个时候要视讯的吗？你今天很忙哦。嗯，很忙。对不起嘛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我也有事情要告诉你。你先说好了。我们公司在新加坡有一个缺。新加坡？嗯，所以我就自告奋勇了。哦，哎，为什么你听起来完全没有兴奋的感觉啊？因为我申请调回台湾了。啊？哎，你怎么都不找我商量一下？你也没事先跟我商量啊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觉得呢？在新加坡，还是一起在台湾好？能在一起都好啊。现在不就在一起了吗？你怎么会回来？每天只能在电脑里看到你，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那调职的事情怎么办呢？有什么办？啊！快，10块钱，快点！太荒谬了！大头台湾，起源新加坡。留在台湾。嗯，那你明天赶紧跟公司说。好。好。嗯。哎。不过我还有个难题。什么难题？申请调回台湾，必须有个充分的理由。我总不能写我想家，或者是想吃台湾小吃吧。所以，我就写了。结婚。林大人，这是我听过最烂的求婚。那你还没有看过最烂的戒指。你终于勇敢。啊！戒指都这样。你说你爱了我，好久。我们即将抵达新加坡，现在请您回到座位上，系好安全带，竖直椅背，收好桌子和脚踏垫。为了安全，从现在开始直到机门开启前，请您不要使用洗手间，关闭所有的电子用品电源。谢谢您的合作。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，
为了要努力努力的不爱你，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，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。我想我讨厌骄傲的你，也讨厌美好的那个你，于是我要假装自己讨厌你，这样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新的老婆。哦，不是，刚结婚的老婆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恭喜你们。谢谢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老婆，我不能活在没有你的城市。很好笑。我练很久了，但是歌还是唱得很难听。没有，我是说那句台词，我不是说歌。不要再讲那句台词。都已经是一个大人了，还像小孩子一样那么不小心。我只是名字叫大人了，我有时候还是很像小孩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擦啊！老婆，不要生气嘛。想哦，怎么样？这是我们的第一眼，虽然有一点小瑕疵，但我很满意。我的原则就是，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身边。